看一下包王跟秦红的这场三问啊，目前包王0-1落后。慢雪刷不瘦身啊，又 AB 南通 AB 王，这不是说说，这会儿 AB 三次四次加个能量闪，一段直接上必杀。看一下八神跟雅典娜，这波首发的赢了，哎呀，跳太高了，刚一下看这波，不敢压制呢，还是怕了包王的那一手啊，后跳攻防是吧？雅典娜这边指令头之后距离比较近，所以包王直接选择往前走一点点打一个近 C， 不是鬼步。看一下东丈跟雅典娜，这东丈要是输了，包王这局可能要决绝。我折一下吗？直接选择把摇脚把它关角落，空房再抓反摇 B， 再给肘子，选择必杀了。我感觉晕直要打，包王头可真铁。刚刚给一肘差不多可以打赢了，两个反摇脚是吧？啊，晕不了，还得来一套。这回得折，在板中吃个 C 头不方啊。看一下玛丽跟大门，暴击了，要上大活了啊！不让落地，是吧？每局一个大补强，这不是针对我包吗？好不容易拿个八神，还被雅典娜给突突了。对吧，专职正摇 A 的这个草地精来了，全靠升龙输出，全靠升龙。主要是这个大猪，这你说怎么办啊？是吧？看一下啊，金甲盘跟大猪吃盘，没办法。总不能哎，行啊，这个漂亮，强呀包子啊，这个飞翔脚的逆向，螳臂挡车呀，升龙往铁锤上踢。哎呀，这动作好极限，我是包王的拿手绝活，反向飞，然后没地方跑了，一个飞鼠之舞还是没跑了啊，好在不是在角落吃的。3-0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虽然猴子有三技，是不是？
Long time, ready go。但秦红的猴子是有武功的，嗯，而且武功不差的。行，哎呀呀，没连上，那就没了。刚想发一下，是吧？这局八王人好，严克加千鹤，对吧？这局再不赢，说不过去了。断连，这边来个正摇 A 的必杀带走了。我操！哎，你这命中该有此劫啊！这玩意儿都能失误。大猪的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？必然是空心的。那实心的猴子晚上睡哪儿？他可能是出大蛇替串的，刚个 CD 吧，好吧，不刚是不是？不给我包面子。大猪那铁球，晚上猴子当宿舍，白天装饭盒。对吧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出大蛇替串了，正摇两圈那个必杀，那怎么会失误？是吧？这图丢帧，那个大蛇替确实容易穿帧，拿下了啊！没想到，浪费一个千鹤，哎呀，浪费不了啊，浪费了。失误了，反摇手升龙，所以你看这次不接反摇手了，他那个反摇手升龙要挥空，然后直接升龙。要点手速，要点手速，衔接要衔接的很好。八王说他三问随机的大猪巧克力豆，八王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把秦红的八神拿掉，这局必然大混大。先闻一下，先闻一下。应该差不多了。成了，总不能输给安迪吧？说出去。挨打姿势千千万，属风流人物，就看包王。不能输吧，包子啊！
反摇臂假阵真阵，这安迪基本上就没多少了，拿下，对吧？其实刚这阵容，红丸要在夏尔米后面，不对，说反了。这样传气最多啊，是吧？霸王刚刚崩掉的心态已经回来了，上一场看一下克里斯跟包子。雪包王是不是啊？往这一蹲，晴空想做大买卖，摆明了要接必杀，接上了，包王给机会啊，一手 AB， AE 的真好。直接雷光拳了，又吃一个啊，就喜欢 AB， 吃的真棒，带走了。包王这局啊，这夏尔米没有出康啊，但是贴脸瘦身被逮到了，把杨臂假阵真阵，跟这个安迪是一样的阵法。还有比利好像也这样啊，对，也是大门跟红丸，先刚一个橡皮侠，成了成了成了，稳手稳手啊，跪一跪跪一跪，三比三了啊！三连败之后，来波三连胜，又开始了啊！正摇 A 加圣龙，是不是？防，没连上，就正摇 A， 谁也不好使，就出这招。输出全靠正摇 A 啊，就是一手光摇。死于正摇 A。南通小老头儿，接着防啊！老头这边就得靠这手下 C 了，哎，就是下 C。包王血多，他还在这攒气呢，是不是？
Round four. Ready, go! Shoot him! 磨刀不误砍柴工。楽しんでる。 Round five. Ready, go. Okay. 这不接逼杀，看不起人。包王这局，哎，这局两边都不错啊，可以可以，一个主力，两个主力，前锋也可以，不差。专属福袋、是不是？4-4了，包王上局红丸输了，不负众望。有包子，金家潘不好打呀，这骗一个就一套大逼斗啊，不敢轻易发波。
KO Round 4 Ready Go骨肉分盘吗？有力王三七送上门，战术知道吧？玛丽没气了，不怕他了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没有确认必杀。这回死了。包王这边刚刚打那个比赛那场的时候，包王莉安娜和夏尔米啊常用出场角色，他居然没跑。KO。阿斯达。Round two. Ready go.五比五了吗？这不是？加瑞在后面还多一颗气呢。支棱起来了啊，帮忙站起来。哎呀呀，这两个人升龙，这不巧了吗？这个。背对背来了个升龙，玩挺好啊。Round four, ready go. 反击两反三，是有这种戏码吗？没了，有个升龙吧。反击两，两颗气啊，到死这两颗气都得留着，爆气来一套，是不是？下谁真快。其实这场比赛秦红这边运气好不少啊，
KO. Look. Round two. Baby, go. K.O. 3. Ready, go!这没办法，拿到这种主力很难，机会很小。想骗八王 AB 啊，没有骗到。一锤一个，好起来了。秦红这局就得看这手特瑞了，特瑞打不好就没有机会了，除非真武再给包王来一个板中五连绿字。包王这 AB 是真的，A 的好。秦红这下反应慢了，哎，这还失误了，因为前面那个包王的下 C 他就直接可以撞过去。 Round two, ready, go. 包王这局情况不太好办了，二打一三打二是吧。就要连一套就给上必杀了，继续关角落，这个位置撞到就直接秒了啊。KO Round 3，来了来了啊，真武来了，是不是有没有绿字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哎，又开始了啊，一手正摇 C， 骗 CD 没挂到，这真武是真是个话痨，上来 BB 一顿走了，六比六了。这不得洗个大头啊，这怎么看看主机还要线下约一架啊？在哪儿啊？约在哪儿啊？离得近的话，我想去看看。Round 3. Ready?
go。包王 TT 包王还是挺难，白瞎子神奇了，地下带走穿三，包王这会儿好起来了啊，是吧？他跟张伟有仇啊，这你不，那你就赶紧道歉就完了。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叫张伟的？你跟张伟拼，你有那个实力吗你？8-6，包王三连胜了。我去，这边随机到什么千鹤玛丽大门，这边有八神大门。今天这个三问啊，这运气。这个抓失误，秀手法。觉得局面不是很乐观啊，刚刚那场小五强被秦红的玛丽大门这顿收拾完了，拉尔夫也走了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哎呀，南通布阵王真能吃。这局看八神，
一手下飞。反三局啊，有没有？不好说，对吧？不好说，八神没血了，八王这只猴子满天飞，见不着了，穿山了，还不束手就擒啊？呀，不让穿，嘿嘿，还得看一眼猴子。三个赛点，看这切防啊，切得多好，下次别切了啊。一顿踢空气，什么都踢啊，原地跳壁。基本拿下了，是吧？还有一场主力啊，打完场打一个主力，今天就收摊了，这都十二点多了，后悔了，我约两场好了。哎，包王有可能折在安迪这儿啊。AB 出来 ，AB 出来，正面压制一下。这没得跑。包王拿下。